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闪电灵感。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FTN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方式，以及如何拔出电池。我骑到现在，总体感觉还是非常棒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有一个问题，它就是如果摔倒的情况下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情况，比如说被风刮倒了，刮倒情况下，这边这个它的轴可能会向内弯曲的，因为本身它这个车子的重量比较重嘛，然后有可能会有弯曲的情况。我就遇到过那种情况，因为本身它是它的轮胎比较大，比较宽一些，所以总体感觉它车子重量还是挺重的。我们先把这个拿出来，然后这个后座后框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，我这个方案非常非常便捷，仅需几秒就能拆卸完。这个拆卸方案我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然后终于想到了这个办法，它仅需要几秒钟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那我重新安上去也是非常快的，这样看的话可能更好看一些，对吧？接着刚才说的就是它这个，它本身这个轴长比较长，比普通自行车，假如说普通自行车一般它的轮胎也不是那么大，所以一般它会到这儿，但是为了让它骑行脚踏的时候更方便一些，然后可能设计的时候它可能会稍微有点长，这样的话你在骑行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的，因为它本身的轴长已经加长了，对吧？这个应该可以理解。但出现的问题是它因为太长了，如果不小心被风吹倒之后，它这个会向内弯曲的，这个东西向内弯曲，然后以至于会它会碰到这边，它会碰到这边。但是我现在把它又直回来了，那个工具我以后跟大家分享吧。好的，今天的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它的电池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实际的给大家演示一下拆电池的一个方法，具体是如何操作的。我们这有钥匙，先把它给关。一般收到车子的话就会收到三把钥匙，可以看到它是遥控器，它可以上锁的，比如说这个下面这个是锁，然后一声的话它就已经上锁了，如果有人碰触它的话它可能会报警。你看它会报警，这时候我们需要解锁最上面的这个，两声就已经解锁了，你再去碰它也不会有声音的，也不会报警。就是这个钥匙，然后这个还有两把钥匙呢，我一般常用的是这个钥匙，然后这还有一把钥匙是电池的，这是启动钥匙，启动钥匙，解锁一下。然后这里有一个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这样的钥匙，它是可以在这边拔电池的。它电池在这里面嘛，圆筒里面。这是手把，可以看到啊。拆电池它需要先把这个拿出来，这个拔出来，然后再插上钥匙，插上钥匙之后旋转一圈，然后再拽出来就可以了。
体来说还是可以的。这电池挺大的吧，圆筒的，外框是铝合金的，里面是有锂离子电池组，可以看一下。看这边有充电的充电口，带有充电器的，回家可以充电。我仓库里没有电源，所以我一般都是把它带回楼上去充电的。看一下里面，背面是这样的，背面其实不用管的哈，直接插入车子里面它就已经插上去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电池。它要往里面穿过去，这里有一个口，我们的自行车坐垫是从这样管子从这边穿过去的，这样设计它是有原因的，我觉得。好，我们先把它重新装回去，我们要先把它装上去，之后再把坐垫安装去，安装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样，然后如果不小心忘了锁住的话，它这个会在骑行的过程中会脱落的。可能是他们设计的时候是为了以防止这个电池脱落，所以加了这样的配件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掉下去了。我有一次就是忘了锁，然后它就掉下去了，差点掉了，但是有这个被这卡住了之后就没有掉了，所以还是有用处的，一定要锁上去才可以，这样就安全了。好了，大功告成了。以上是今天的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我是闪电灵感，闪电灵感2022，我们下期再见， See you next time。